年轻貌美高学历娶回家才发现 low 洗 gay， 他号称自己是博士，外貌非常的漂亮，不到半年就变董娘，就是迟迟不去登记。后来他去查，叫他姑姑的人根本是他儿子，他不是28、29岁，其实他已经42、43岁。更扯的是，顶着某某大学博士的光环。那些学历都是伪造，都伪造。他去事情，以为他觉得他被骗。对，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淑女家务事。